还麻，来，吃完啦，三八女神节，好吃的爆米花，还有好吃的辣椒酱，只要满千就免运，赶快买起来。好吃吗？好吃。嗨，道士好，今天呢，我们人刚到了泰国，因为我们刚刚下飞机啊，马上就杀来了这一间。据说是吃船面的一个 buffet 啊，那为什么会来这嘞？因为呢，今天我们马上就邀请到了一位超级厉害的这个泰国大胃王啊，据说他可以吃到7跟8公斤。那像我平常，我自认为我只是很能吃而已，然后喜欢参加一些挑战，今天就来跟他求求筋。那我自己大概可以吃个4公斤吧。Hello， 萨瓦迪卡 ，Nice to meet you， 你好，对，这位就是那个控。Yeah, 对 ，X Kong. Yeah, let's go eat some noodles, right? Yeah, if bowl noodle. Bowl noodle. Bowl noodle. It got Thai popular. Ah, Thai bowl noodle. Yeah. Okay. Let's go. 他在煮很多我们的船面。哇哦。职业级的大胃王，他有带自己的小磅秤哎，他说他喜欢称他到底这一餐吃到多少公斤，果然差距就在这里。他好像有两款面，这款是比较细的那一种，然后另外一款是有点像这种宽的粉，然后放上一些贡丸。我们都选那个牛肉。I can eat more.Okay, I can eat both. Yes, me too. 然后这间店呢，它的这个菜单大家可能看不懂，但是总之就是牛肉的话是99块，然后猪肉的话是79块。这边呢，吃到饱都不限时哎，非常的酷。想要上吗？他没去开热干。现在听那个 XCOM 说啊，就是外面泰国的这种船面，一小碗就是15到20。Yeah. 对对对，那像我们这样子79，大概3到4碗就可以吃回本， 而且又不限时间。好， 那我们就等待一下，他可以吃 How many kilos can you eat?How many kilos can you eat? 他说他可以吃到7跟8公斤哎。哦。我就说，我只能吃4公斤。我们第一 round 的时候已经先点了，每一个人都。3种口味各8碗，所以是24碗。太夸张了，他有自己带他自己的体重机哎。How many kilos? 71. Yeah. 啊，79。79. Yeah.但我今天应该不会突破极限啦。他碰见红怕，我看出我们的差别了，就是他会带体重机，也会带磅秤。然后他真的很有名，就是他说他之前就是泰国，他没有举办那种大胃王的电视节目，然后他都有上在那个电视节目这样。泰国的店家桌面上都会有这种调料，但是因为刚刚摄影师有吃一碗，他说味道已经非常的足了，你觉得怎么样？真的很够味，很够味，是不是？被惊艳掉，他们的水都是这种有装冰块的，很东南亚，很喜欢。第一站我就直接，我已经受不了了，我想要赶快开始吃。嗯，哇，它，我有一些，我一些，嗯，这个刚控秤的时候它是100克。哇，蛮好吃的。然后它里面除了这种细粉之外，还有那种宽的粉。啊，我感觉这种干的要先吃，因为它会比较黏在一起。每一碗都很辣哎。嗯。I think this one is too spicy for me. If I eat a lot. Too spicy. Yeah, too spicy. 感觉我等一下要喝很多水。很够味，好吃。因为康控的那个翻译软体上面说，下次给我选小辣的，就是他等一下再叫他那个辣度不要这么高。其实buffet很棒哎，就是只要100块以内吃到饱，然后饮料也是喝到饱，这样谁还要去单点吃船面啊？而且我很喜欢它上面的这个花生粒。它有几款味道是比较酸甜的，但是我的舌头刚被那个辣到。烫烫痛痛的，哇！他说这个船面通常都是这样子的辣度， yeah, 我被震撼教育了，好像一直流鼻水。他说船面有些会用黄色的面去做，
对，然后下次我们去吃看看。I like to eat about noodle style。面食是它的主场。And I like about Japan food。Japan food 哦。嘿、hey, ，那你喜欢细的还是喜欢宽的？都很喜欢。都很喜欢啊！我觉得大家要来试看看，虽然它颜色看起来黑黑的，但是就很够味。You okay? Okay, okay. I will order new again. Okay. 讲话现在那个就是嘴巴打开，那个风哦吹进来会痛啊，那个舌头很痛啊。那我这个船面好像比较少在喝汤，就是算是一种沾面的感觉。他刚刚再点了30碗，好吃，但是很辣，很爽。哇，据我上次吃这么辣，应该不知道多久以前了耶。他说他平常就是都会吃的。比较激烈啦，因为如果有看过他影片的人都知道说他就是真的就吃很快，然后吃得很激烈。那么今天是一个边聊边吃，先初体验泰国船面的这个感觉。我舌头不像是很轻松的初体验啊。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比之前我去吃日本的那个回转荞麦面还要再大大概蛮多的。它虽然也是小小碗啊，我觉得正常女生应该可以来吃到，你觉得几碗？7-8碗应该没问题吧。哦，刚刚 X 控很贴心，出去跟店家说这一 round 的话都用不要辣的。第二 round 我们是点猪肉的，那这一 round 刚刚前面吃到的就是牛肉的。可是我其实觉得他们的牛肉跟我们台湾吃到的牛肉不太一样，因为它吃起来就是不像是我们火锅肉片，就是一般都会吃牛肉的火锅肉片嘛，或是那种牛肉汤，这种都是看起来比较像是块状的牛肉，然后也是咬起来比较硬实一点点。我觉得最主要是吃这个面跟这个汤啦，这个旁边的这个小丸子啊，跟一些蔬菜，就是一些配角而已。初体验就是要吃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出去旅游啊，就是要体验说当地人到底是吃什么样的口味。对，我们第一轮已经体验到了，第二轮就先稍微转换一下。Normally I eat keto 这个吃啊 keto， 他说他平常都是吃那个生酮饮食跟那个断食。对，其实也跟我还蛮像的。他说我们这次吃了很多的面跟粉，就不是生酮了。我想看你能吃多少碗呢？因为毕竟都已经是自助，而且他们这里又不限时。好，你也挑战，你在幕后挑战。哇哦，又再多点了30碗。我比较喜欢第一款的，你嘞？虽然它很辣很痛。他说他平常更喜欢其他国家的食物，胜过于自己家的食物，蛮有意思的。我是都喜欢啦，都很厉害的。我最喜欢的，它的味道不会到太辣，然后又非常的香啊。然后它的这个猪肉片也是结实的那一种，切得很大块。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inside? This is wine noodle。有个发酵的味道，难怪，因为他说他很喜欢上一次他去台湾吃的那种台湾美食啊，然后我就说下次再来，我再多吃一点，我呢就带他去吃 buffet， 但是就不能这么悠闲的，因为台湾的 buffet 都有限时间。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就是明明它的基底都是一样，只是换了一个酱汁，就感觉像是不同一道食物。另外一款有酒的我比较不能接受，因为这个放干之后，它那个酒味没有那么重了，你试看看。因为它有一个酒糟味啊，哇，他说那种有汤汤水水的会比较容易吃啊，像这种干的，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吃的话，就很容易就整块黏在一起。里面超多这个花生粒，好脆啊！那你这样子去外面，如果照他刚刚说的一碗便宜的话有10块钱，你也要花70块，你已经回本了。但是贵的话有到20块的啦，就看里面的料。那我觉得这应该算是，Okay, I order again. Oh, order again.哇，陈尚马玉 get fit time。Yeah. I'm order it. 70碗，哇塞。OK, S 控哥又加点了70碗。How many bowls? 2、28、29、30、31、32、33。34。他刚如果再点70碗，我现在才吃到34碗，我大概7分饱。我目前7到8分饱。然后外面的姐姐又在拆全新包装的面，没有，我们今天人在这个泰国大胃王的主场，就是要发挥我们刚开始开头的时候说的，我们要训练，就算让我们来试看看有加一点小辣的。然后他说很多泰国人喜欢来吃这种船面，就是让你的这种碗数啊数字很多，就会很开心这样。不然其实
正常来说这样子的分量其实还可以再多放一点呢。哇，有啊，有小辣。那你有可以不可以啊？我们这样总共吃了目前几张桌子？现在用桌子来算。他上一次去台湾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国，对。然后他刚问我说我来过几次泰国，我说我来过了两次。对，我现在讲话又开始有点大舌头了，因为辣了。我感觉我只能再吃十碗。所以他们的牛肉长得非常不像牛肉，但是它吃起来是有一个牛的味道。51. 44. 44. Oh. Wow, I cannot, no more. Oh. Maybe 50 lah, I think I can get 50. 44, this is okay, cool. Okay 了吗？ Okay 了， okay 了。他只给我 okay 的评价。你觉得你有办法吃完桌上的吗？ I'm think I try to do. 我会试看看。Yeah. Really? Wow. 那个，我好像饱了。我觉得 bigger 没等来想吃还要吃干，那该不会在骂我吧？怎么做不能吃一下就饱了？没关系，尝试自己处理。OK， 好健康啊！对，谢谢，谢谢。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跟职业还是有一段差距啊，所以其实我都一直觉得只是我比较会吃而已。OK， 今天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今天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这样跟我讲，我怎么可能不帮他？来，再一碗，绝对不会花田里犯的错。我们已经吃了一个小时，又六分钟了。我还能吃？没有。Yes。60-70，他才60-70哎，你好厉害！还好今天有 X 控。我很好奇，我们等一下站到体重机上面，到底会差距多么的悬殊哎。我关心，我想问他会不会吃到不舒服，因为开始变得更紧了。哦，变得更紧了，紧绷。好猛哦！你看撸！哇靠 ！You so strong。你太强了，坤景嘛，干爹，坤景嘛，他吃了69碗，我吃了40哦，现在40-60-70-80，刚好50碗呢，69-50，75-80%，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体重变化，原本是71.4 ，OK， 77.7，哇，6.3公斤，哇。哦哦 ，OK， 84.6，吃了4.75 ，I think it's a 4.75，但是还是有差距哎，就是我觉得实打实这个数字算出来还是有差。哦 ，Thank you， yeah， 哦 ，It's delicious boat noodle， first time try， yeah， I like it， welcome to you Thailand too。这次非常感谢 XCOM。带我体验这个泰式的船面，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总共是吃了50碗 ，XCOM 吃了69碗，你吃了大概12碗、13碗，我的总重量今天是吃到了4.75，然后 XCOM 是吃到了 almost 7 kilogram， right？ 6.3 kilogram， 6.3公斤。Thank you XCOM。Thank you。谢谢今天陪我吃这个这么厉害的船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把店家的这个 Google Map 地址放在这。那也可以订阅 subscribe to XCOM， 对啊，他也有做那个 YouTube 影片，他上面有很多很强的这个挑战影片，大家去追踪一下。那如果喜欢看这种大玩挑战系列，记得林安越野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